大家好，我是大脸，我是大脸摊摊，老虎，老虎，今天想吃饺子的，我给他煮点饺子，包点饺子。那不是我想吃的，是那是老汉来的。做要个那个油炸饺子吧，是不是？嗯，饺子。嗯，油炸饺子，我还没有吃过油炸饺子，这是第一次吃油炸饺子。嗯，牛肉皮练一下。嗯，练练油，我去弄那个吧，放点葱，弄点萝卜。好，你看你这离这八个小孩呀。咦，那头发老不来那小孩老短呀，离嘞。老短要短的，不是越短越年长的。嗯。这着毛。走。哎。哎。把这萝卜放这儿，行了，你弄。可厚啊！啊？可厚啊！搂搂叔叔，你看，看的可厚，搂搂哥。别卖了呀！那叔叔光瞧我给你干活。我，这红领巾咋来的？哎呀，你都不认。一说红领巾，我想起来个事儿啊。我小时候学习非常差，基本上就是俺班的倒数一二名。我那时候我的数学只考13分。有一次啦，俺学校发红领巾的，说的每一个学生都发。当时俺也不是教师嘛，俺也给我弄了一个红领巾。不是，要丢人。你来上事，你来嘛。哎，我来了，你看，你来了，行了，我来了。这红领巾，要是再来了，是不是？红领巾，是不是？我弄点俩红领巾，我也没来过。行不行？行。哎，我得弄馅儿的，炸着还得这是萝卜缨，农村的东西都不要浪费，这都是有用的，这喂鸡子。萝卜丝儿搁那个戳一样都戳了。花椒呢？啊，熬点花椒。不是老皮，老皮得炒出来。这肥的了不得，切下来，搁锅里炼炼，一炼炼焦，包饺子香。这早一都是弄那油一行炼炼着，油汁儿香过的。我的炒炒，这瘦的老多多，这掺瘦肉搁一头一剁，那书会浪上。
椒肉倒里头，倒点老抽。啊。红花椒肉。咦，这一碗真绝，给人了，够不错呀，给人了，哎呦。我不是，我这是明天那么正式的场合是吧？我必须得打上领带穿衬。你看人这菜，领带我还是会打的，也太长。打点蚝油吧，呀，都臭了呀。好好好，少打点，我少整一点点就行。再浇，浇出溜块儿。不是浇一点吧？嗯。你看，你看，要看。得这个结婚的呀。你看这今年多大，包吧。那你就我是啥包，你不敢才我会包。中中小笼包子呀。就像俺的孙儿吃大饺子的，给他包的可大。能不得都七八个一碗。